这里是儿童心理诊室，林小姐，你成年了吧？我和乔燕的事儿，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恕我直言，你这样做是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心的。谁说我需要他的心了？我只是需要他的人。说得更明白点儿，我只是需要他所代表的那个身份，贺氏 CEO， 贺家独子。我们林氏今晚有个答谢宴，不管贺乔燕要不要联姻，只要她能露个面，我就能跟我爸有个交代。对不起啊，跟我没关系。但只有你能让贺乔燕出现在那儿。林小姐找错人了，我没资格，也没本事。你有，而且只有你有。晚上9点，在这个酒店2楼。我知道让你这么做很难，但只有你这么做了，才能彻底断了贺乔燕对你的念想。只要断了她对你的念想，她就能做出明智的选择。贺乔燕接下来要面对什么，取决于你。2楼的888房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乔燕，你就不想知道秦医生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吗？晚宴还没开始，先在这儿休息会儿吧。我到了，我要去留学了，在宁市1年。顺利的话，我应该会留在那边定居。你知道的，去德国留学一直都是我的梦想。把你送到林小姐身边，是我换取去德国留学资格的条件。这话说得很不合理。你想要出国，我可以帮你实现，我还可以带着小宝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跟你谈恋爱太累了，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我也认为不值得。你是觉得我不值得，还是小宝不值得？是你们不值得，我也不值得为我牺牲那么多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们分手的理由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理由就是我对你的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。就这样吧，挂了。
今晚临时的答谢宴，你只需要露个面，意思一下，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没我，放心，我不会比你太紧。 你知道以前我跟你一样，为了得到一样东西，会不择手段。但是现在我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去守护的东西。我会在董事会上主动请辞。你为了他，连贺氏都不要了？是这样。想不到堂堂贺氏总裁贺乔燕是这么幼稚的一个人。 我了解你，只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和事业上的成功，才能一直满足你。秦雨月，只不过是个带着新鲜劲儿的过客。看来你并不了解我呀。他都已经放弃你了，你还要去找他吗？原来爱情可以让人毫无尊严，是吗？那是我跟他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 你眼前的一切，哪怕我搭上整个林氏，都比不过一个秦雨月吗？确实比不过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，全天下你只认秦雨月一个女人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你是不是对别人都无动于衷。林女士，请你自重一些，冷静一点。 让我查太太在高尔夫球场那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查到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有监控拍到太太跟贺董以及张司机一起走进了一个巷子，几分钟之后，三人分头又走出了巷子。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？这个暂时没有。张司机一直隐藏得很好，他在本市肯定会有人帮他。你分析得很对。不仅这个人可以帮他，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很了解我。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都找不到什么线索。这样，从明天开始，帮我查一查合同。好的。乔燕，你没跟林维在一起啊？ 这几年您一直跟张司机有联系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天晚上你和以月在球场外见到张司机，被别人给拍下来了。你这么强烈的反对我跟以月在一起，是不是跟张司机有关？是不是因为以月发现了你跟张司机有什么秘密？ 所以你才威胁他跟我分手。我是跟张司机有联络，他曾是贺氏的老员工，我们联络也很正常啊。还有，秦雨月离开你，就是不希望你再纠缠在当年的事里，就当是不要辜负他，别再追问了，好吗？ 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混蛋！你说反了吧，贺总，当年开车的人是你自己。你住口你！你！